哎，卡斯宾，又见面了，是啊，你看我们俩穿的跟富士山的衣服一样，是吧？是。所以我们从富士山洗完澡，还穿着同样的大衣。好，那我们走啊，我们还有一个女嘉宾呢。对对对。哎，小陈，哦，来来来来来来，哎，哦，正好，今天好冷哦，走走吧，我们今天，嗯，我们往里面走吧。好。今天啊，我就带你们去吃那个枸杞丁的肉，枸杞丁的肉，当然了，不是牛腩肉啊，也不是子女，那就没关系的。车来了，我们稍微走边上点吧，啊。按照这个时候是不能有车在里面走，这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对啊。后面有车啊。好，好好行。这个是我的湖南菜馆，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去过吗？去过。你去过几十次了都？我已经 N 次了，数不过来了。对，你看这么多美女陪着我们的湖南菜馆，但今天呢，我们不去我们的菜馆，我带你去一个枸杞丁最高级肉的地方，去吃它的肉。已经想去很久了。好，我带你去吧。好。你看从这里一番街走过来，对吧？这里一直往底下走，哎，这是第一个路口，第一个路口在这边。我们到第二个路口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好。哇，今天蛮冷的哦，蛮大。你看，我们从富士山回来以后，哎，我们偷偷见过一面的啊。对，上次我们偷偷吃了一顿饭的。对，也是有重大的事情那一天。对对。我们见过一面，然后有多久了？有一个月了吧？差不多。从富士山到现在有一个月了啊。对。那时候我们去富士山的时候，也是穿同样的大衣。也是穿同样的大衣。因为那边冷，山里也冷。东京反而不冷。对。但是现在的东京比当时的富士山还冷，你看我鼻涕直流。我也是直流。鼻涕直流。你看这个到了汉华火锅，对吧？汉华火锅，这你看这是。那个新的那个国色的楼，我们到了这个路口，这是第二个路口了，往左转，左转这里有个烟店，我早两天在这，啊，过来一道二零二多年，阿拉欧亚子，是，过来，我是木子导游，是木子导，木子导，过来，啊，二零二多年，哎。哎，我们就从这里，这是个停车场，这是那个海底捞的火锅店，这里一直走下去就行。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对吧？容易记，对吧？但是你看啊，这里开了多少烧肉店？就肺炎期间啊，这个烧肉坊开了多少？你看一家，那一家烧肉，那这里是烧肉，这也是烧肉，Yakiniku 这也都是新开的，这个便宜，这个3980，这本来是5980，对吧？我们比它稍微贵一点，因为我们是最好的肉，是枸杞丁最好的肉，所以它贵。你看这是烧肉，对吧？这里还有一家烧肉，这里还，你看，就是肺炎期间开很多，但这个开的早一点，这个开的早一点，现在没人。是吧？这一家，你看，好，看着前面有一家吧。萨盖，和牛烧肉，萨盖在那边三楼。融字哈。我们的右边的三楼萨盖，你看，它的楼底下有个著名的标志，就是那个拉面。你看那个拉面好玩吗？这样动的，对吧？哎，麻烦摄影师跟我到这里来一下。我们到这里，我告诉大家位置。这边呢，这边是这个西武新宿线的，西武新宿站。那是佩佩，这上面是普林斯 Hotel 的这个口出来，这西武新宿线的这个口，那边是北口，这边是主口。从这边购物机顶口出来以后，对面有个法米利猫，7-Eleven。7-Eleven 上面的咖啡店，这么一看过去，就是和牛烧肉撒开，对，雪酱的，像雪一样的，对，是吧？然后它的二楼是中国式的按摩店，健乐园。我们不搞人体按摩，是正规的按摩啊。
好，我们今天不去按摩店，我们去烧肉店，就在这。你看它这个肉好吧？看看这个肉好吧？来，这个肉好吧？来，这种雪花的肉，所以叫雪酱肉。好，我们到里面来吧。好。嗯，在三楼。女士优先，哎，谢谢，女士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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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あ、どうも、また邪魔しました。美女を連れてきました。お願いします。お、老板、老板、老板、哎、小姐、小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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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我给你带了两个大美女来了。嗯，那个怎么做啊？你坐那里边吧。嗯，还是女孩子坐里面，我们坐外面。那你我们出境方便怎么样？听你的，这个。不，你要听老板的。我看啊。外面可能脸会雾气的那个了。啊，是你。我是说，外面的话可能会雾气气压刺激个的，因为主人公坐在这边的话，对话应该坐外面。对，你坐这吧。好，我坐这。你坐这。谁坐这？他，他比较矮一点，陪你坐那边。他太高了，坐不了。太高了。哦，你坐这。嗯。好。行。你坐这。我们中间隔一个位置。随便。不是。中间隔一个位置就行，你坐那，坐这。好。好，行。四个女生好吗？她姓陈，小陈。小陈。你可以脱了，不要全部脱就行，就脱了，脱大就行。我也脱了。好，我们谢谢李老板的款待啊。谢谢。今天我们是要过年了，所以我们已经过了日本年，明天我们过中国年春节了。为春节，大家一块干杯！干杯！干杯，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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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卡斯密，卡斯密，我们见过他啊，见过啊，上次开店的时候特意过来帮忙，坐在那，非常感谢，没有客气，您客气，以后还请他。他一个小名叫董卿，小董卿，他的声音很像，对，形象也像，所以好几回了，我邀请让他过来，你也没叫他过来，我藏着掖着，关键时候把他带过来，好，干杯，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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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来，欢迎常来啊，对。啊，今天准备了，准备了那个 A 五的这个松板牛 ，A 五的松板牛 ，A 五级别的，不是 A 一是最好吗？啊，是一二三四五最高数字的 A 五 ，A 四 ，A 三，啊，没有，没 A 二一没有，啊，是从 A 三开始，对，是最差的，对，最差的，是和牛里面，再往下的话也有，它就不属于和牛了，你像外面的一些店。大部分全是用的这个不是和牛，它价位不一样，相差很高的。卡斯密上应该懂一点吧？哦，一点点。对。你也做点肉生意。对，有一些。和牛生意呢？和牛对，有一些商量。他那边你们那边的话属于非淡牛。非淡牛对多一些。非淡牛。非淡牛也是一个品牌，跟松板牛。对。那它可能很多品牌。它跟松板牛比较起来呢？知名度肯定是不如松板牛。啊，你像神户牛、松板牛，这是日本两大品牌牛，现在基本上很少能买到，很少能买到，稀缺产品，像我们必须得有关系才能买到，要关系才能买到，价位也不低，反正，好，我们找个时间去那个肉市场，对，我们专门去拍它一下。正常的话，东京都是不允许进去的，不能让进去，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像，啊。但是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啊，老顾客是吧？对，老顾客。我的一个大学的前辈就是他们的社长，所以应该可以。大学的前辈是日本人吗？日本人，我在日本上大学时期的前辈。你大学是学什么的？我专业是柔道。柔道，对，打架的，对，曾经代表国家参加过国际比赛。代表中国的国家是日本的国家。代表中国，中国的国家青岛国际公开赛，拿过第二名，拿过第二名的，太厉害了，对不对？就是看着很结实哈，对啊，很壮，对吧？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专业柔道嘛，代表大学，参加过日本的这个大阪国际公开赛，拿过第三名，
在日本。嗯，也拿过第三名。对，在中国拿过第二名，在日本拿过第三名。哇，是我现在开烧肉店。我本业是建筑，做建筑。建筑。对。盖房子。拆迁、解体、内装。哦，装修。干这个。嗯。本业。啊，现在好像听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楼的隔壁后面那个构建盖最高那个楼里面也参入了，参入了日本的建设，参入我们歌舞伎町的房子建设，了不得了不得，我跟你碰一下，啊，谢谢谢谢谢谢，为我们歌舞伎町添砖加瓦，一定啊，谢谢。好，你是学柔道出身的。也是国家的运动健将，来到日本留学是哪年来的？零三年。哦，那蛮早哎。非典那一年应该是。啊、哦，非典对呀。以后国内非典就很严重了。对对对对对。啊、嗯，非典那一年，零三年来日本来留学。对，本来是我当时的愿望就是零三年来日本，来日本以后呢，零八年不是奥运会吗？啊，对。想为了参加奥运会来日本学习这柔道。然后后来很多原因吧，我师父让我留在日本，说也不要回国了，大学毕业以后留在日本，后来就留在日本。我知道。就毕业以后没有，你的先辈让你要留在这里。我师父。啊，师父。大学的师父，现在是。是柔道的师父是吧？现在是。是不是阿罗多住的西北的吗？现在是早稻田大学的前化委员长。他反正有服务员过的。嗯嗯。是早稻田大学的强化委员长，强化委员长，对对对，就是我偶尔也在那边练，周末啊，锻炼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你的前辈让你留在日本，你就听他的话，留下来就开始挣钱，搞建筑算是吧，搞装修，搞建筑，搞这个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啊，健康食品就是 NMN 啊，就最近挺火的一款产品，有吗？提高免疫，拿来我看看。黄楠，你把那个 NMN 拿过来看一眼来。哦，好，行。那两种都拿过来看一眼。有做健康食品。对。然后还喝一口吧。再喝一口。对。哦，这就是你们健康食品。这里小弟。料理还没你打起来。你看，两个呢？这是干嘛用的？这健康食品是对了什么好啊？这个的好处很多，好处很多。哦，健康食品，等一下。先来这个，这是什么？松板的 A5 级，壮田的。壮田的，对。哎呦，可以看的。相信道理大，可以看的大红卫。我也拍照。这个最大的，这个就属于这个尼布洛斯，应该知道啊，牛舌，哈拉米，皮雷，这个是这个洛斯，行，一会儿品尝一下，好，今天我们经常吃吧，啊，没有。这个翻来翻去由他们负责啊，我们俩负责聊天，我们俩负责张嘴就行。对，他们动手啊。感谢我们这个。啊，你继续你刚才的，等一下这个好了你们就负责弄啊。好的。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蒙古国大使馆的大使。巴扬桑。蒙古国。驻日本的大使。他送了我一块这个日本的，2亿年前的一个岩板，岩板，日语叫钢岩。啊，两年前的，就是一个岩板，烤了以后呢，这岩马上涮着吃。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试到吗？对，你试一下。效果非常不错，就是2亿年前就不需要塔来了。但是我接个底，那天我见过这个大使，对，他要离开日本之前，前天离开的，对吧？离开的头天晚上，我也跟他在一起，也在这里吃饭。他告诉我，他说是3亿年。他太太说是4亿年，是不是我们讲错啊？对，啊，就这个，就这个岩板。我放这个。岩板岩吗？岩。真的呀。2亿年前。这个有点像花岗岩似的。这块岩的话，我们店已经开了2个月了。我们开业的时候送给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吃。是吗？没拿给任何一个人用，就等到今天。
还有一块小的，一块小的话咱们一起吃过啊。啊，对，哦，这么大的我是第一次见。是不是第一次？第一次见。那就等着你吧，谢谢老板，开心。你快可以尝一下，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日本的这个和牛，它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和牛，是塔莱是不用的，用塔莱都浪费了。塔莱只是用不好的肉蘸塔莱调味。这个不需要调味，既然有你这种肉的话呢，不需要调味的，只需要这种盐涮一涮，蘸一蘸吃最好吃。现在一些酱油啊、辣酱啊都不要，对，就烧好以后在这里弄一下。在日本有这块盐的，只有我们这盐。那是我是第一次见到，对不对？我去过无数个烧肉店。小木哥最有话语权，33年在这边，在日本、就是、吃过无数家店，没有吧？没有。这不是歌舞伎店，我在日本我都没见过。我也没见过。没见过吧？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啊，你是哪里出身？哈尔滨的。哈尔滨。对，哈尔滨的。你是？我是大连。OK， 今天我们除了我们你这个还没介绍完吧？这个我介绍差不多了，这个是松板的 A5 级别的。松里布洛斯，马自达卡，马自达卡松板牛，松板牛肉 A5 级别的，这雪花飘的那种感觉，对是吧？我看你外面那个广告也是雪酱，对，我们店只用和牛，只用和牛，哦，那就是有品位的，对，有档次的才用，对，所以我刚才说过来啊，人家三千八，他肯定买不起这个肉，对不对？肯定不是，对吧？刚才我说这个三千八，便宜没好过，但是呢，薄利多销吧。那我们的还是要有档次的。对，虽然我们这个是那个松板的这个 A5 级别，但是价位的话呢，比同等的店还要便宜一些。就是比同等的日本店还要便宜。对，你看，这装修已经很豪华了。那装修也是我们自己装的。那新开店，对吧？对。然后你有一段视频我看过啊，我们摄影师一定把它剪进去，他们开业的那一段那么多花，是吧？人家送的花。啊，对，对吧？还有那天。开业那天我也来了，我们的小董卿也来了，对，很他那天穿的没今天没那么妖艳啊，那天他不知道，所以把他揪过来的。我们那天来了，他也临时给我们当了一个主持人，非常感谢，对，荣幸。好，这是现在是肉。这个就是松板牛肉是吧？对，这松板牛肉。这周围这几个，这个是牛舌嘛？啊，牛舌，哦，这是牛舌。这牛舌，这个是那个黑肋，黑肋也是超级稀少的部分，牛身上的，就是非常柔软。这个阿布拉莫斯库奈，脂肪少。这个是 loss 的话就是阿卡米多一些，红色的多一些。啊，红的多一些。对，这几种。这个好像是哈拉米。哈拉米。就哈拉米。就哈拉米。哈拉米中文怎么讲？中文的话挺不太好讲的啊。对吧？不好讲。哈拉米。知道叫什么吗？好，让我们编辑师到时候打中文字幕，让他们先去查一下字典。对，就哈拉米的话属于内脏里面的一种。对，好，非常柔软，非常好吃。哎，刚才讲的这个是什么来着？这是黑肋。黑肋是中文怎么讲？也不好讲。黑肋的话，这个属于痢疾，也不是痢疾啊。OK， 打字幕，打中文字幕。这个呢，这是什么？这是 loss 什么 ？loss 的话应该是痢疾。牛背上的那一条啊 ，loss。里脊。里脊肉。这是里脊肉。对。OK， 好，这个是什么地方的肉呢？这个的话应该也属于中文，这个我实在真不太懂。这日语叫什么？日语话里不落实。这是落实。它整个这个一个大的里脊肉里面，它是日本分的非常详细，每一块肉有日本的一个名称。在中国的话呢，烤肉就没那么讲究，所以它没有分那么明白。好，差不多，我们这肉讲的差不多，你们俩可以烧了。好的。李老板是哪出生来的？我是出生在牡丹江。出生在牡丹江。出生在牡丹江，老家是山东的。老家是山东。山东烟台那边的。那你长大在哪长大的？长大的话，11岁之前在牡丹江。牡丹江。11岁以后呢，去的山东。山东。先是去的武术学校。武术学校。后来。山东哪里啊？山东的青岛。青岛。对，后来在青岛就是练习柔道。一直在青岛练习。你家里后来搬到青岛？现在家里青岛烟台那边都有。都有。像那就是，当你
懂事以后主要的家庭一家人都是在青岡，对对对，是吧？对对，不是在牡丹江，不是在牡丹江。好，那我先定跟你提一个问题，你们青岡过年的时候是怎么过啊？有些什么，比方说大年三十吃什么东西吧？大年三十吃什么东西？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些饺子，对，饺子必须要吃啊，啊，马上要过年了嘛，吃饺子，放鞭炮。炖排骨，贴春联，炖排骨，炖排骨，中午是吃排骨的，排骨属于过年的，对对对对对，中午是吃排骨，中午吃排骨，对对对，山东是中午吃排骨的，对，中午吃，哎，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晚上就吃饺子，晚上吃饺子，大年初一还是吃饺子，就是吃带钱的饺子，里面放硬币的，对对对对对，谁吃到那个钱？那我们东北老家也是，是吧？你是东北哪里啊？辽宁大连。辽宁大连，大连也是吃跟他吃差不多。谁吃到就会一年就很幸运这样的。它有包的不同的，有包钱的，有包糖的，有包栗子的，每一个东西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吃钱的就是能赚钱，吃糖的话就是甜甜蜜蜜，对对对，就是这些寓意的。你讲的甜甜蜜蜜，你是哪里人是不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女孩子讲话很标准，对，就普通话。冰城都是出名的地方。你们的过年把那个雪包的肉一起烧了，不是？没有，也是包一个钱啊。包子里面包钱，饺子里面也包钱。对，你们北方人怎么都吃钱呢？这是都想钱想疯了。你们那边呢？没有，我们湖南也，我爸爸在部队待过，所以他自己包点饺子，一般不吃饺子，我们吃什么呢？吃肘子，这种猪的蹄膀，肘子啊，蒸的大的，还有吃什么八宝饭啊，八宝饭啊，过年叫八宝饭，红枣啊，桂圆，用糯米蒸的那个饭，就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啊？你应该很久很久没有在老家过年了吧？离开湖南快50年了，我十几岁就离开长沙了。就是过年的话没有回去过？我很少，我都是在外地，然后我父母很早就去世，所以没有父母然后就基本上不回去，就回女朋友的家，老婆的家。以后小木哥我们就在日本一起过中国年。是的，好的。对，今天我们就开始过中国年了。好，你刚才说你做建筑、搞装修，还卖这个化妆品，就是健康食品，不是化妆品。这个是我的本公司的一个下属的公司做的。本公司下属一个公司做这个。子公司就是完全一个健康这个健康产品会社做的这款产品。我其实对这个产品不是非常了解，因为我们会社是子公司，下次找个专门来介绍。有社长，他们负责开发了，有开发团队，特别在中国的话卖的比较不错，中国有专门的30人团队，在做这个。然后在下属的公司也开了这个烧肉店。烤肉店的话，我一直来就比较喜欢吃这烤肉，借这个机会，正常来讲的话，没有疫情的话，咱们不到这个店面的。歌舞伎店很少能做到店面。对，因为疫情所以空出来很多店面。对对对对，之前想做。怪不得最近开的一溜全是烧肉店。对，下面都是。还是烧肉挣钱。对，特别是中国人来，中国人来的话，他们想吃好的肉。吃喝。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来日本，也到新宿来玩，玩完以后要找好的烤肉店找不到。你找到了，有些我们都不懂，去吃了一个牛排要我们2万，要我们3万。就弄得朋友都不开心，那我们就自己开一家吧。这里房租也很便宜吧？还可以啊，还可以。哎呦，也就好的啊。他们家，我告诉我们的观众，他的家可了不得，在东京塔瓦的旁边。他们家的窗帘一打开，那个就是东京塔瓦，东京塔。我先应该把这个放在这啊，我们找个时间去他家拍他家。2个多亿的房子，还是没有带你去他家啊？2个多亿，现在估计涨到了最少2亿8千万吧？2亿8千万了？对对对，哇，你去
去年买的，好像你前面还买了一个，结果他没给你，还赔了你钱是吧？对对，那是在 ABC 惠民寿，日本的惠民寿，买那个的话也是2亿多，它里面有瑕疵，那个管道的话没有做好，没有按这个设计方案来做，这房子日本很严格的，这房子就交不了，交不了房，交不了就要赔钱，2倍。赔两倍，四千，赔了5200万。哎，那你挣了呀？当然挣了呀。那要拿税，哦、拿税、哎，所以上次咨询你这个税这个对对问题吗？拿，该拿的还拿，对，该拿的去拿，该拿的还拿，但是能合理逃税的也叫合理避税就行，合理避税就行。赔偿了5200多万，但是给我们耽误了很多事情。哦，本来有计划的这个搬家了。他赔了你那些钱以后，你就买了新的这个2亿多的。对对对，但是耽误很多事情嘛，孩子上学，本来在那附近上的国际学校嘛。那叫他赔偿，你这个从税里面合理避税里头。我们这个正常的范围内让他赔一下。如果说我们不同意，他会一直来找我们相谈，一直到你同意为止。所以我们差不多赔个2倍就可以了。哦，有的人不可以。啊，是。啊，就靠这个挣钱。就不可以。他不同意。要2.5倍，甚至是3倍。哦。啊，甚至你给钱不要，你给我找个房子，我住在旁边，你什么时间盖好了，我再什么时候搬进来，也有那样的。我们喝完这个啤酒以后，今天过年我们应该喝点红的吧？好的。小妹妹能喝吗？可以吧？可以啊，那就喝红的啊。你们吃哦，这是捞过盐的是吧？这个还没捞，我们自己捞。放。正常的话是应该热的时候放上去的，对，是吧？热的，你要夹给我之前帮我捞一下。是吧？啊，对，这个没捞过，加热一下，加热一下好。那我们回个炉吗？哎，对，回炉里面有回炉一下。好。哦，要加热。才在撸出来有意思，对吧？有感觉，对吧？对吧？跟爱情一样的，热的时候啊，对，我们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好玩一点，过年啊，小妹妹啊，小妹妹多喝2杯，太热闹了。没，不喝也热了。哎，对，放上来，要有点热度。要这样啊？对，放一下。这样，就放一下。那刚开始嘛，就可以了。盐就会化一点点。他用他的那个温度去把盐然后化掉，对，盐化掉，化掉以后想吃咸的话就多不要太咸，多放一些。好，这样。哇，你好奢侈啊，这样吃带这个盐。对啊，那这块盐2亿，3亿4亿年前的盐。哦，我们吃完以后呢会给他打磨一点。打磨一点，下次还可以用。他这个叫什么盐呢？名称叫什么？日语叫钢盐。钢啊，盐，对，盐，岩石的盐，中文应该是岩石的盐，对，盐，吃盐的盐，啊，盐，啊，钢盐，你尝一下，不要沾任何调料，是不要，有这个就行，香，哎，卡斯米今天真漂亮，哎呀，谢谢，昨天啊。这是我就跟我们观众，报个秘密吧。为了今天要采访我们的李老板，他昨天的服装是要补充过以后才能 OK 的。他发了一套服装，我看他不错，就是跟这个不一样。但没想到他这个没发给我的，我更满意。但首先是自己满意啊，满意人。对，这个人好，他穿什么都好。这个很洋气哦，很洋气。他也是还行，有点像香奈儿，香奈儿的黑白的那种感觉。对，香奈儿中文怎么讲？香奈儿的那种感觉，黑白的搭配啊，都不错。你看漂亮吧？我找来了美女，说吧？绝对可以，非常荣幸，希望有时间多多过来啊。好。他就是稍微住，他也住豪宅。没有啊，住豪宅稍微远一点。上次是安排人给你送回去的，是吧？跟我回来跟我说，超大的豪宅，没有啊，高台，对对对，高台，那超级大的豪宅。跟李老板就没法比。没，你那边有你那边的豪宅，对，能比挺不错的。还行。
你就不喝了。喝这个吗？喝吧。你会倒阿姨吗？看得到，看得到。我是特别的会。啊。今天我们先研究了一下。啊。行，不要太多了。来，不会。你最后那个动作不对，没关系，别点火，你让他。哎，他动起来了。输了我几下，我也不会。你看呀。是吗？看他怎么倒的啊。哎，你看。怎么拧一下，这就是有动作的。我给你倒吧。是应该怎么的？你他还有，他更标准的，更标准，你看。这样，这个在这儿，对，就顶在这里，上面在上面，对吧？对。好，你看，一个手是。转一下啊！对，这个酒被当害了啊！我就顶不住，女孩子没这个力量。这个动作我告诉你，也就是在三天前，蒙古大使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俩都在倒，我也倒，还有我还让旁边的另外一个美女啊也倒，都不会。然后呢，他就教我们，哎，应该是顶着这里一个手。然后再拧一下，啊，我们干杯吧！来，干杯！来，用红的，用红的，红红火火啊！新年红红火火，哎，发财！2022年大展宏图，再多讲点，多支持，必须，你也支持我呀！哎，相互支持，其实我非常感激你，感谢你。没有，好，美女讲一句，你也讲一句，我也讲一句，过年，对。祝我们新的一年里大家首先要身体健康，两个李老板发财，发大财，发大财，红红火火，你也讲一句，所以你是第一次认识，但我认识你，对吧？你随便讲一句什么？就李老板生意兴隆，然后祝小木哥越来越好，事业有成，越来越年轻，行，好。你还记得讲小木哥？哎，这不一样，好，来。其实我更愿意人家叫我叫小木哥。你也叫我叫小木哥。对，大海人，海洋了，大海人。三个你啊，三个你兄弟啊。今天是他们公司的新年会。亚洲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国家你想？像东南亚各个国家都可以开。东南亚。我们现在招的服务员，就是这个越南的服务员。啊，对。啊，北特拉姆的呢？北特拉姆。哎，给他一个镜头。他就是啊，北特拉姆，他是越南的。越南的美女。北特拉姆呢？北特拉姆呢？那么爱玩，抢。唱的北京话，就到马斯克。叫过去的，过去。就在一家孩子似的，大丈夫。两年以后大学毕业，两年以后正好培养两年以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我们两年以后在越南改变，让他去做店长，就培养他。对，他在留学的时候七八年前来到日本，当时刚来日本，刘源让我打工的时候去那边干过节体，在我公司干过，不是干节体，就在指挥，什么都干过，蓝灯啊，衣服短一个啊，就是他那个装修公司是吧？对，啊，就是保安服在那边啊，也干过这个。后来我去考那个导游那个证，跟那个李哥的老婆是同一期学员，一起在。你老婆也搞过什么导游的？对，那个时候我去一起学习的时候，正好跟李哥老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是通过李哥嫂子知道的。上次我有个朋友带他一起来了，今天又过来捧场，非常感谢。你看，非常感谢啊。这个要拍进去啊。但是，你看从你当时那个。一个留学生在我这儿，这个是我们店的店长。哦，啊，名前は？そのもとです。そのもとさん。店長の。あ、店長、かっこいいよね。髪伸ばして。いや、いつもね、マスク見てて分からなかったけど。あ、すごい。これ何？わかめスープ。あ、わかめスープ大好き。自分いない時多いので。
我们不在的时候多一些。石龙的，他每天都在里面。那卖的是什么？石龙的。啊，你看这，我已经这个石龙多多呢，我完了，没找我做那的那个。那我是。我跟店长说过，只要中国人来吃饭，送肉，必须有沙米粉，必须有送。阿里阿多，谢谢，谢谢，谢谢瓦卡鲁，谢谢瓦卡鲁，卡萨哈米达，卡萨哈米达，库布嘎，乌拉吉，谢谢你 ，Thank you， 阿里阿多。现在是早上9:30，然后我坐在车上，坐在人家的车上，这是谁的车呢？是我们李老板的。哎，李老板，李又明，李又明，就是我们烧肉店的老板李又明的了，他的车，这个是他的，一个代驾的车，是他的奔驰被人家撞了，被人家撞了，好像修的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去哪呢？我们坐他的车是去那个一个肉食加工厂，是专门的日本和牛的加工厂，然后呢，因为现在是肺炎期间，本来我想带摄影师去的，对，然后呢，现在摄影师呢也去人多也不方便，不能超过三个人，不能超过三个人，对，我们能进去能得到批准也是申请了很久，这也不容易，所以现在肺炎期间做点任何事都不容易，对吧？从你家到我家开了多久？有半小时吗？没有。过来的话也就是20分钟左右吧。哦，20分钟哦，对，那早上今天还不怎么塞车啊。对对对。那好，你家孩子送到学校以后过来的。哦，你有孩子对吧？对对对。有几个啊？你是？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对。哦，两个孩子，大的有多大了？大的3岁半，现在在这个国际学校上学。国际学校。嗯。那就在那个阿欧巴 International。 阿欧巴 International， 那青叶是吧？对，叫青叶，在那个戴冠山那个位置。戴冠山，哇，你们家住在戴冠山的附近啊？家住在那个麻布斯番那边。麻布斯番，他的学校在这个戴冠山附近。哦，麻布斯番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呀。好，我们找时间到你家去看看，先不聊你家啊。好的。你几个小孩？两个，大的多大？大的3岁半，小的1岁半。哦，大的也才3岁半。对对对。就进国际学校了。对。那进国际学校的意思就是学英语是吧？对，他们学校是以英语为主。啊，日本的国际学校呢，主要是学英语的为主，对吧？对。有没有学中文的国际学校？应该也有啊。应该也有，好像在横滨那边吧。哦，横滨啊，那中国人开的，对吧？对对对。哦，好。你是进的日本人开的学英语的国际学校？对，它属于是美国的一家学校。美国人开的。对。你是学校还是幼儿园3岁班？它这个是一体制的。哦，一体制。直接可以上到高中。哦，一杠三。对对对，一杠三。直接可以上高中。对对对。那就是有钱人呢，考不考试也就差不多了，反正就能进去了。就对，不用考试。不用考试。对，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就行。你这是讲实话。对。OK， 不过他简单的面试还是有呀，对吧？有。那残疾人是不能进去的，对吧？对，需要那个推荐的。啊，要推荐。对，要推荐。要谁推荐呢？像一般的话，日本的大学的教授啦，可以写个推荐信，然后好进一些。哦，还如果单独报名的话，他有好几个这个条条框框哦，审查的挺麻烦。哦。就3岁半，女孩是吧？对，女孩。啊，女孩，小的也是女孩是吧？对。哎，在路上发现了我。哦。我看看，把它拉近点，一拉近呢，就高清就不好了。对。OK， 我慢点看啊。啊，这行，没关系，不用，已经拍清楚，不，今天不是拍我，全是拍你家的，拍你，跟我没关系。可以开个。对对对。啊。小的是1岁半是吧？对对对。小的在幼儿园是吧？在幼儿园，保育员。保育馆，那属于公立的对吧？应该是公立的吧。公立一般日本的就是照顾双职工嘛。对。照顾双职工对吧？你老婆开个单位的证明对吧？对对对。在餐厅打工啊，做服务员就行。
或者在办公室做售员也行，对吧？对对。那就等于就是你老婆也是属于跟你都在工作，属于双职工，然后呢就小孩可以几乎是免费的送到保育园，对吧？几乎是免费的吧，就是中餐算一个中餐而已。但是我们的收入，的比例来讲，它是我们的是交的费用是最高的。正常的话就是免费的。哦，对。我们还要每个月交个3万还是4万吧？啊，3-4万。正常是不需要交。是的，不正常最多也就1-2千、2-3千。对对对对。我跟你讲个故事啊。我曾经开着大奔，去接送我的小孩，也是工地的，因为下雨下雪嘛，有时候，结果呢，后来我老婆就，当时我老婆就跟我讲啊，她说也别开奔驰去了，你知道我每个月付了多少钱？我说付多少钱？她说才付了3000块钱一个月的中餐费。我说啊，怎么那么低呢？她说我们的报税低，为什么？因为那年我们刚刚开始，开新店。开的店呢，报税呢，因为他有那个什么呢，就报税报的不多，不是补贴，有亏损嘛。你刚开店，你没有挣钱呀，对吧？投了几千万在里面，啊，虽然是跟银行借的，那也是借的呀，对吧？所以，刚开店就没有生意，然后就，所以那年税报的很少，所以那小孩呢，他就根据你的税的收入。去报这个保育员的中餐费，所以你那属于正规拿税的，而且这个税呢肯定要拿的不低，所以你一个月要3-4万，3-4万呢是蛮高的。一般的一个，我有一个朝日新闻的一个高级记者啊，高级记者他送保育员，他负责每个月也就是4万，那因为他每月收入有多少，他那个月收入是大概80多万，很高的收入了，也就付了这个4万块左右，但每个区还不一样啊，每个区还不一样，你是属于属于港区哦，对，港区麻坡十番，哇，那是有钱人啊，那你属于我们华人里面有钱的。好，老店找时间去你家去探望探望。现在不讲你家的故事，讲我们去，现在我们去肉加工厂是吧？对对，在哪？他在那个属于这个。东云，东云，新 K 八那边你知道吧？新 K 八，对，新 K 八，我知道，那是在牧场，新牧场，对吧？对对 对，我们讲中文叫新牧场，对，新牧场，哦，那还有点路程哎，对吧？对，没关系，我们慢慢聊吧，十多公里吧，十多公里，那个至少30-40分钟，20分钟，那么近啊。我们先到了防卫省的门口，这是防卫厅，这日本的军事重地。哎呦，被这卡车挡住了，挺好，看到吗？他们上下班了，上下班，好多人在那里。防卫省就是以前的防卫厅，现在叫防卫省。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